狗吧。戴 3D 眼镜看《阿凡达》，怎么画面如此立体？原来荧幕前对打的两人是来观影的观众，一人拽着对方衣领想将对方拖出去，另一人则死命挣扎。开始哎！工作人员赶紧劝架，但两人火气都很大，不断在影厅里叫嚣，民众目光全转移，拿出手机狂拍。录不到。两人从座位区一路打到荧幕前，简直比电影还抢戏。就是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拉了另外一个人的领口，然后从我前面经过，然后开始扭打。然后还有爆米花，咻，像天女散花一样四散出来，然后飞到很多人身上。事发就在新北某百货影城，当时25岁的黄姓男子将可乐放在座位右边杯架，但隔壁的施姓男子表示他也要放这，请黄姓男子换边放。两人因为可乐要放拿起了口角，爆发拉扯互殴。你现在就是先去医院，你想快点弄完，你就是现在大家马上去验伤。事后，远警获报到场，发现两人身上都有擦伤，事后也互告伤害。这下电影没看成，反倒进了警局。记者陈玄白、尤涛，新北采访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，味道马上升级。它蛋白质是鸡肉啊，是牛肉还有虾的3倍，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、燕窝之上。赶快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。